文章来源：Next Apple。中国动力电池大厂国轩高科九月宣布与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签约，将斥资二十亿美元在该州设厂，但受当地民众反对。今天，安徽证监局通报称，国轩高科因为未及时披露这项重大交易，遭该局出示警示函，董事长李枕被监管谈话。国轩高科是全球前十大动力电池制造厂，近年持续在海外布局。 迄今已宣布将在美国、德国、越南、泰国、斯洛伐克等国设厂，但美国设厂计划遭到共和党与当地民众的强力反对，如今又遭中国官方约谈警告。安徽证监局官网七日发布关于对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并对李缜、潘旺采取监管谈话措施的决定。决定书显示，经查，二零二三年九月七日。 国轩高科与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签署了 Rev 重塑能源与车辆补贴协议。对于该重大交易事项，国轩高科未及时披露，直至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二日才进行披露，违背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要求，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决定书并称，国轩高科董事长李枕直接参与了与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签署协议的相关工作。 董事会秘书潘旺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责人，二人未能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决定书显示，安徽证监局对国轩高科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录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对李缜、潘旺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录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安徽证监局表示，国轩高科及李诊潘望应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违规行为再次发生。所谓监管谈话，就是监督机关对被监管对象的违规或者涉嫌违规行为进行规劝或者批评的行为。国轩高科在中国深圳交易所上市，股价今天下午收盘报人民币二十二点七七元，总市值人民币四百零六点三八亿元。